好你大啊！唔该，攞个证，记者证嚟啊！我笑咗喎，你点办啊？唔翻学喎，成个学期都唔使翻学喎。有钱赚啊！有钱赚，有嚟做嘢啦！赚埋啲黑钱。咁頭先就有一啲市民就睇咗我記者證，對你哋咧，對你哋做學校老師，等開啦。咁就對我講粗言穢語啦。唔好再玩嘢啦，你哋玩咗好耐噶啦。咁其實我係咩都夠啦嘛，純粹喺度錄影啦。咁佢見到我係理大嘅記者之後，就喺度講一啲説話啦。咁從來都冇人作出過挑釁嘅行為啦，係。咁就有數名警察喺呢一度。你们的文字啊，真的不错，好吗？反正在香港人，你们都要有很多好，是不是？